有专业有经验，他对桃园过去发展跟朱立伦一起打拼，他最了解地方的需求，他很专业很认真，独一无二的选择，吴志扬的魄力，谁站出来守护桃园人的健康？吴志扬支持我们最棒的立法委员，也是答应选我的高敌人关键的指标，算票了，好日子一起奋斗。